为了让国人及外国游客方便规划行程，台铁从8月5号开始将原先14天前的预售期拉长到28天，而每逢周五周六还可以提前预订后2天的车票，要让国人出游更加方便。为了要让旅客可以提早规划行程，台铁局将至8月5号起，将原先只能提前14天订票的规定，拉长成为提前28天就能够订票。而此举也让游客表示非常的便利。提前28天订票，你觉得感觉怎样？感觉很好啦，就是会很方便嘛。是可以现场还是网路？网路就可以提早订票。哦，对啊，很 OK 啊。可是要出来比较好规划。对啊，这样是最棒的。台铁局表示，自民国109年8月5日起，开放预售28天的乘车票，未来旅客可以在乘车日的前4周开始订票，而每逢星期五还可以多订未来4周的5、6日车票。另外，相关的退票规定也有所改变，便利旅客及早规划行程。本局自109年8月15日星期三0时起，开放预售28天乘车票，那未来旅客可以在乘车日4周前开始订票。那另外，本局车站的一个窗口啊，预售时间啊为开放订票日啊上午9点。那因为现场售票和网路连线的一个座位档是相同的啊，并不保留这个座位给现场贩售啊，所以请旅客啊多加利用网路订票。乘车日当天啊退票，每张按票价20%核收，而且不得低于20元。据乘车日2至3天啊退票的话啊，每张按车票10%核收，不得低于20元。那第三，乘车日4至25日啊，每张20元。那据乘车日26日起啊，每张10元。台铁局希望提早28天开放售票，要让旅客在规划行程上更加便利，在住宿以及转乘其他交通工具上可以更具有弹性。记者陈纪麟，台东市报道。